时候，对我百依百顺，要什么给什么，随口随到，就像把我捧在手掌心般的呵护我。现在呢，他却看上其他的女人，在外头和别人眉来眼去，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也不看看他自己长得是什么样子。想当初答应嫁给他，真是天大的错误啊！天哪，亲爱的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您怎么哭得如此伤心呢？哎，苏珊呢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我的丈夫啊，就悲从中来。我好怀念从前我们在一起幸福甜蜜的日子。原来如此，让我想想啊，我有个办法，我们来写封信给他，约他出来见面如何？您就借这个机会跟伯爵见面，一方面修复你们两人之间的感情，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好好的教训他一下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不愧是最深入我心的苏珊娜。可是应该约在什么地点呢？当然约在花园里咯，想想看，在那样的环境中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你们想不和好都难。有道理，那就这么办吧，你写封信给他。